大家好，我是小紫貂，生活在长白山的森林里。别看我外形乖巧萌萌哒，其实我是个十足的猛兽。在国内，我和小伙伴们的现存数量只有6000只左右，我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密林深处总有我们敏捷灵巧的身影，那是我们在寻找食物呢。我们的鼻子和耳朵特别灵敏，像小雷达一样，走路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听一听，闻一闻，看看有没有食物或者可疑的敌人出现。我们的爪子十分锋利，是爬树的小能手，可以在高大的乔木树上跳来跳去。聪明的我们把家安在石缝、树洞这些隐蔽的地方，因为害怕突然下雪，我们就把食物藏在树洞里，还有厚厚的积雪下面，等到想吃的时候再挖出来。不用担心我们找不到它们，因为我们有灵敏的鼻子啊。长白山是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。